没有，我帮你拍很瘦。今天是2018年的4月5号，黄宝琴的姑姑黄凯丽跟黄宝琴还有黄宝静一起玩桌游，桌上游戏。不过他们在地上玩，所以叫地游。这个游戏就是叠圆形的盘子，然后谁先倒下来谁就输了。黄宝琴，弟弟怎么了？